再有孤独，咋了这么黑暗的旅途，黑色不黑色的人结束，他们送的祝福，最珍贵的礼物，原来爱是那样简单，让人嫉妒简单的幸福，把时间都停住。你在家做饭吧，我去接孩子了啊。到点了吗？这边就去了。到点了。嘿嘿，慢点吧。Hello。吃饭，拜拜，跟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幸福留住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点辣白菜。给姑娘弄点肉。姑娘自己加。嗯，不吃肉。来点吧。我吃。超好吃。嗯。这句话说你真烂话。